哪些有定功呢？刚才讲了，见烦恼放下，思没放下，也就是小乘须陀洹，他们的能力就不是一般人能比，天人都不能相比。 他五种见惑断了，第一个，他不再执着生死自己了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前半部所说的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，他证得了。这个境界，小乘四果所证。 初果证的前，阿罗汉证的深，都是破四相，破四相功夫浅深不相同。那在《华严经》里面，这就是摄性位，初性菩萨。断证的功夫，跟小乘须陀洹相等。 可是聪明智慧呀，那比小乘高得太多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大乘人天天亲近佛菩萨，天天听大乘经。虽然不能证得，他知道叫解悟。小乘人不听大乘经教，他完全不知道。 那就是大乘比小乘聪明，但是断证的功夫是平等的，通通都是断我见。我们把我见提出来，先讲这个。这是见思烦恼的见烦恼。 佛教术语里称十识，大识的识，十个，十识。